firm. 超好喝的真奶的不珍珠的奶，就奶茶。一个人吃，然后今天又是吃韩式，当然超好吃的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吃韩式，然后这边的韩式其实还蛮该怎么说，还蛮道地的吧，看把它看可以把它立起来啊，不行，好我就拿着反正这边韩式这真的还蛮道地，然后我们家附近的韩式就很，我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真的就中午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就会跑去吃韩式。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可以大肆讲。辣牛肉汤饭，就是我在台湾也有吃，然后韩国我也有吃过，很好吃。然后哦，晚上的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 welcome dinner， 就是我们系上办的，然后每个人要穿很正式的服装吃牛排，所以还蛮紧张的。哦，可是我没有要穿小洋装，我要穿套装西装外套那种，就一个想要走一个知性路线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买裙子花很贵的钱买裙子的话，我如果之后面试我也不会穿裙子，我觉得很浪费，所以我就买裤装，然后希望我不要变胖。好，那我就如果可以的话，晚上就带你们一起去那个 welcome dinner， 应该是可以偷偷录影，如果不行我就用手机录影，然后再把它 insert 进来。 OK， 好，那我要来吃我的韩式哦，韩国他们很喜欢酱装，就是在美国这里，我一直在美国这里，他们都会酱装。好啦，那我要吃吃饭喽，拜拜。其实我每天都有录影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剪在一起。希望我今天可以把上个礼拜的影片赶快剪出来，拜拜。我现在刚化好妆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去，就是 Pixar 这边还蛮有名的，Incline 的缆车，就是可以坐很漂亮的缆车，然后，新手表，Daniel Wellington 的 ，as usual， 然后因为我已经去过一个了，就是应该是前面的影片就会我就会插入进去给你们看，然后今天要去第二个。非常的兴奋，等一下再带你们一起去。哦，我房间好乱哦，咦，就是很乱。好，等一下我会，再带你们一起去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 Pittsburgh。我的朋友们，林平，要露，要露，要露。
我们朋友们都很白痴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搭缆车。你都见了，你不要走过去。发现我的 Linkin 头发痛。这个人叫做 Mao， 这是 Roger， Victor， Victor， 然后这个是柯三多，要穿帅多。这个是 Quincy， 这晚上会有。